我是李明彦，今天是民国109年3月23号，礼拜一。明天我二审钢筋打脸赖香伶的案子，在高院第23法庭10点钟，早上10点宣判，博爱路高等法院刑事庭第23法庭，我已无罪上诉。你劳动局从来也不处理这些弊案。对啊，钢筋被我打脸，你那个局长啊装好人说啊东西啊会东西发公文给劳动部了啊，到现在一年多了，到哪去了？跟劳动部一起吃海，你北捷也是假承揽呐、啊，啊这样不行。哎，这样哎，哎，你来都好，哎，行麦昂哎，行麦昂哎，我在直播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我先拿公文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我先拿公文给你看，麦昂哎，我这么客气跟你讲哦，我上次那个案子，劳动局丢米酒瓶不起诉哦，所以不要找我查。啊，我上次读到柯文哲那个东吴大学演讲嘛，啊，你知道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。你看一下啊，不起诉啊，不起诉。我知了，不起诉我知了。啊，你哪知？啊，赖香伶跟你讲。啊，案件交代出来啊，他，啊，你们市长、副市长都死人是不是？我的案子弄到这样子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吃我案子真的是这样啊？啊，我上次那件就不起诉了嘛，啊，给你们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次特地再带一次米酒瓶来，啊，就是不起诉，跟政府抗争啊！不要这样，东西还我了，哎呀！卖啊！卖啊！你死！